佛教徒一般有一种观念，认为人在往生8小时之内不应该移动或是触碰他的躯体。如果为了防止亡者的遗体腐坏，或者是为了保持卫生而做一些措施，譬如说放置干冰、存放冰库等等，那么会不会影响亡者往生善道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 亡者啊，看他是怎么亡的。如果说这个病啊，病了很久，他渐渐的死亡，是一种；另外一种呢，突然间死亡，这都有不同的反应呢。还有，要问问这个亡者。 他在生前呢，是不是已经学佛了？已经呢，对他自己的，我们叫做臭皮囊的这个身体啊，他知道这个迟早会死，死了以后啊，就像，所以经常脱壳那个样，这是脱了一层壳，蛇脱皮，蝉脱壳，就那个样，就是。 自然而然就把这个自己的身体呀，不是那样子的执着它。有的人虽然学了佛啊，他是总是舍不得他自己的身体，都还是很执着他的身体，这也是一种人。所以，一种啊，死了以后，他这个身体的知觉还在。 那你动他能不能动？如果说这个人的知觉还在，可是，在生前呢，已经呢看破了自己身体，已经放下了这个身体，把它当成一个臭皮囊，他的神识可能还在身体里边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给他助念念佛。 而他自己呢，已经摆下了这个身体的。这个时候，有的人呢，是捐赠器官，就是要在这个人呢过世之后，很快的就从身体上取出他的内脏来，或者是器官来。这个时候，他会不会生嗔恨心呢？不会，他自己发的愿。 而且呢，他自己明明知道这是心甘情愿的事，没有关系。那么另外呢，身体虽然已经冷冰冰，他已经没有知觉，他已经死亡了。可是呢，这个人呢，就对他的自己的身体呀、啊、执着的不得了，怎么样子都舍不得。 这个叫做手撕鬼，守着他的死尸，人家要动他的死尸啊，他是很不甘愿的，特别是啊，他不喜欢的人碰着他这个遗体，就等于他生前的时候啊，讨厌的人呢、啊、碰了他的身体，他也很讨厌，那他就起嗔恨心了。因此呢，像这种人。 要给他祷告一下，你才能够碰他的身体，就是时间蛮久了，他还是有嗔恨心在的。如果我们给他念佛，念佛念到他心呢，已经呢柔软，已经呢肯定承认自己呢死亡了，对自己的身体已经要摆下了，而且给他开示啊，你现在已经过世了。 你要摆下你的身体了，要摆下这个世间上所有的一切的人呐、啊、事啊，好好坏坏的，全部摆下了。你把你一切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他如果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和观念呢、啊，那对他的尸体，也我们叫做遗体啊，怎么处理的，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他因为已经不执着了。 如果他还执着的，不一定啊，说是身体有知觉和没有知觉，他同样的有一种啊，这个
神色的一种称啊，爱啊的反应。不过我们在佛教里边呢，非常的这个重视啊，人民重视的关怀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这一个人过世了以后啊，他的心理情况是怎么样，他对他自己的遗体的一种执着啊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？ 所以说，我们希望到达身体凉了，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神经的反应了，它也不会再有痛，也不会再有什么不舒服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移动它。这个是啊，就8个小时到12个小时的一个原因。可是呢，至于说要放干冰呢？ 人过世以后，特别是啊，害了一种很久的一种啊，这个内脏的病，它很容易腐烂。内脏还没有死以前，它已经在腐烂，就是肝脏的病啊，肠胃的病啊，或者是呢肺的病啊，或者是呢。 肾脏的哪一种哪一些病呢？它内脏已经腐烂，所以很快身体就会产生了一种腐烂的反应，一种臭味，我们叫做尸臭，臭味很快就出现。那像这样子的遗体啊，最好能够早一点呢，给它放一些干冰。如果说是放干冰啊，会刺激它。 让它生生恒心，没有关系啊！你开始的时候啊，不要放在它身上嘛，不要靠着它的这个遗体吧，放在它的遗体的下边，距离一个距离，那个冷的那个冷的那个冷度啊，能够让这个遗体吸收到这个冷度，而不会使得那个遗体啊很快的呀腐烂了，这就可以了。 这是呢，为了保护这一个人的这个遗体的亡者的呀，这个临命终时的一种心，不要产生嗔恨心，主要的原因在于此。阿弥陀佛。